冲锋枪，手枪。干，外面有人在狙。冲，是外面吗？外面。哎。有，上面有人。跑步，靠过来。一个吗？只有一个跑步声而已。跑有点久，会不会是断线？有可能，停了。我这边听还在跑。停了。没有看到。嗯。没人呢。那跑步声听起来没有远离，就是原地一直跑啊，怎么会消失了？还是直接断线，整个断出去那在中央落地窗听起来有一把 SVD 的声音呢、哦。楼下 AI， 哎、欸，靠！听到破音了、哦，有人踩上来，是从中央吗？
我确定。手扶梯的声音。了解。他不动了，或者说没有声音了，他可能已经上来了。正沿着花圃慢慢的走，你现在你的位置在哪里？服饰店吗？服饰店的左边。了解。对了，服饰店那边有人在进走。服饰店那一侧。对，服饰店那边有人在进走，一直踩玻璃。我以为是你，但是现在我看到你了，不是。确定方位不是。嗯，他现在还在走啊，你没有在动啊。OK。但是我现在看过去没有看到人。服饰店这一侧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走廊上面。我看走廊没有看到，我就在走廊那边。哎、欸欸，我不是在楼下。楼下吗？也是有可能，因为我对这个成因实在抓不太出来。楼下有一个人 ，Kira， Kira。吃了他，他在 key 吧店前面，这前面有玻璃，没办法打。你打不穿哟，还是说你不想打？会扑音吗？要担心扑音吗？是浪费子弹，而且我也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人，所以先不打嘛。那边有一只 AI 在那边一直走，看到他了，要打掉他吗？打。但是我没有消音哦。他在哪里？你正前方有看到吗？一直走的走廊这边，看往那个靠下面有人打他。对，走廊这边。对，没看到吗？还是只有我看到而已，就在你旁边而已啊。中间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正前方啊！你跟他，你已经在他在你后面了，那应该是 bug 了。bug。你会不会中那些人物都在原地的 bug？ 你看我还在动吗？你还在动啊，你还在正常移动，就那一只 AI 有问题而已啊，其他也都正常啊。OK， 去顾一下 key 吧。他打你吗？没有，他有对我开枪吗？他弹道弹到那附近了。嗯、哦，对，我中了！靠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？你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提来打你啊！你先撤。我撤了，我撤了。你要补血吗？我要拉一下，你先大约拉一下，然后爬回去。我不确定会不会是玩家还是 Kira。嗯，我先探一下，找不到位置。消音的宿舍哦，
跑回去。你在跑吗？对。他应该是在右侧吧。猜他位置是在 Mantis。欸，不是不是，就是 Kiba 对面那一间。有人在底下跑步。位置，他到那个箱子柱子前面那个，倒了，死掉了。你现在可以看吗？还是需要补？可以看啊，我已经补完了。帮我看一下，我把子弹都填完了。那我稍微再加一下。你的弹夹带太少哦。我带30发的。哦，你说你是 T-45 啊？没有 N4 啊。这以防万一啊！嗯，你要小心，可能会有 Kira 在晃。了解，我真的很小心哦。这位老师，你说 Kira？我要下去看看有没有队友。我要下去了。好，我下去哦。你先不要。哦，好。嗯，他把 Kira 打死了。哦。嗯，没有了。下来吧。嗯。开，嗯，小英是他，所以是他打我嘛？他包包有东西 ，Kira 加 Kira 头，嗯。东西有点多，这次打 Kira 应该是拿冲锋枪。嗯，
哇，这个有点慢。我把烟雾弹丢一丢。Gen 4下位是什么弹？哦 ，AP 耶！哦，我拉不走了。嗯？你来拉吧，他身上是穿的 Gen 4跟黑头。OK， 还是好的。在这里。OK。然后我锤力斧丢在地上。好，锤击本你不留着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空间。好像不太行。嗯。锤击本它放到Attack Two里面是多大？它还有剩多少空间？锤击放到 Take Two 里面剩下二乘几，二乘五还是二乘六吧？嗯，那我试试看。不行，应该是没有二格两格的吧？只有一格呀，那应该是塞贝拉兔才有两格的。除非把提拉头拿掉。你的战挂没办法带吗？我战挂是 NK3 啊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得撤一点。Amacon。嗯。哦，六七了，有点重。走吧。走。像其他走路声，你要小心。刚楼上有听到踩铁啊，二楼啊，要快走。有什么电影好看的、啊？最近几乎都延迟上映吧。哎，左边，嗯，那把 SVD 还在呢。他在北方。对啊。相当起来都重装的。嗯。把我打过去。我先插着跑掉。没漏。换弹换弹。
你有看到他人吗？有，重装哦。OK， 在前面而已。我靠！他有倒吗？没有，还没。等等，我打吗啡。啊、怎么都没有爆？有事哎、欸！你丢几颗？丢两颗，然后一颗闪光啊！我这边都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哦。好问题，这样也走不过去、欸。走过去突然爆炸怎么办？你可以先吗？你可以。哦，我的ping怎么瞬间飙到七八百？我这里没事，对不对？倒了，他在那边。我看到他枪倒下来，你看一下。对，你差点敲到。没有，你太飘了，你太飘了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把包包丢在这里，我跑不动。好，跑过了。Oh, shit， 脚断了。婊子，我要手术一下我两只脚。嗯，我蹲这个角度，我手术。它是什么 ？AK 哦，应该是 AKM 吧，还有 MP 叉。打空一个弹夹。OK。让我看看。39的。AK74MP X。你帮我看一下左边那边好了。哦，那这样我要跑过去看。是不用吧，你那边都可以架得到啊。没有，因为。这边杂物太多了，啊、如果绕出去的话，等于如果有人从后面过来的话，直接一声就直接在那边被打掉了。没有太多东西，应该是没什么了。抉择一下，我拿这个 AK 吗？我拿他 AK， 然后把 BOSS 的91给抛掉。啊， 19。看你要 BOSS， 看可以啊，看你有没有要捡啊。我那边还有很多东西，我先回去。BOSS 19不是蛮改的吗？你不捡吗？你丢在他那边了。我丢在原地啊，我没有位置啊。哦，在他应该是他尸体附近的、啊。因为我没有位置，他身上的东西我几乎没拿。哦，没看到，会不会在他尸体下？爬一下，会不会在他尸？好怪，在这里啊，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，我应该是。哦，我的这局的网络，我的网络应该死掉了。
放在他身上。好。你放在身上啊？对对。完全看不到。不然，你背包可以清出空间吗？可以啊。丢出来我背包里。九亿的话，空间是够的。放在地上的。嗯，怎么有一声？我怕了。OK， 谢啦。但是还是没看到，所以他可能真的 bug。我的网络估计快死掉了，我们可能要赶快想办法撤了。那是什么垃圾网络？不知道，社区网络啊。房东呢？我要签中华，也不能签。我跟他说解约，然后换 MOD， 不要。那我要签一条中华的，就进来，他也没线。You good？ 没体力。有旁边的。有人在走，我听不太到。我不确定是你的声音还是 ……Can't see shit。跳过去。完全跳不过来吗？有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插一根蓝针，应该要带一根蓝针来插这样。插过了。蓝针你插过了。哦，有人，有人，人，对，左边。他在那棵树底下，黑色那一块。哦，还在，还在。哎，是换位置了是不是？不同，同样的位置吗？不一样人，注意一下。不一样哈，了解。啊，我没有雷了。我丢。正前方，我刚看撑向上中。我前面破一颗洞了。哎。我手榴弹都不会爆哎。对啊。我猜可能在前面的树丛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但是问题是我弹夹剩一个。等一下哦。把包包丢了，然后你待会冲到下一个掩体，引他开枪，然后我来冲到前。对，你冲出去，让他先开枪。你冲到掩体，你 OK 冲，我已经好了。有吗？没有。看到了吗？他在右边小光，他在往右。我看到。我刚刚在跑，我移动。行不行？他往你那边冲过去，躲。死了死了死了！靠，一整个leg。是太哈扣。对啊，我差点被网络搞死。我先把包拉过去。好。哎、欸，你走。我先归起来鸭蛋。你应该归他那边啊。没有，我刚我整个一大飘，我归那边，我怕我等一下距离太近，我根本没办法反应啊。不是啊，那边没人啊。哦，你说那边没人了呀？哦，所以就他们两个。哦，你第一次已经打死了。
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，估计死了。好，妈的！好，我的包包还在原地嘛？我没有动啊，我没有看到。好，捡一下我的包。时间还有11，注意有没有其他人撤离哦，因为那边是洞见。好，我现在赶快跳过去。我靠，两只就蹲在那边龟呢。我看前面。好。嗯？这一场也太多这种了吧？对啊，装很好啊。哦，我看到他的尸体了。两只都死了吗？对。A 打。没错，要注意一下时间。好，好像都是蓝弹，你看一下你那边的。我这边的，我这边好像还不错。然后他这边有一件满的绢布，我带不走。然后我的包包估计是 bug 掉的。嗯 ，OK。他这边有一个半的绢布耳机。什么耳机？没有，因为绢布我这边已经有一件 assault 几乎是满的啦，就是你一开始那件啦。对吧？他们这对啊，都是绢布黑头耳机。嗯，两只的配置差不多。我现在趴在他旁边尸体旁边听声音跟鸭蛋哦。好，我走过去。该走了，我没水了。我肚子爆掉了。我研究一下。有吗？你肚子爆了？你没有？对啊。那个吧。有啊，但是还要继续跟他耗吗？没有，是研究一下怎么带。应该是。好吧，那我救一下好了。鸭个蛋。嗯。9分钟，你自己小心走过来。有啊，我在听声音啊。这只满改 AK74M 都带 BS， 难怪我被穿成这样子。好了吗？快了。另外一只带什么枪 ？ADA 啊，满改的、啊。没有，乱改的。乱改的。好，我要走回去。好。听不到，我撤掉了哦，我要重开一下我数据机哦。嗯。OK， 撤离。好。啊，突然想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可以把我六甲脱掉。啊，因为你有保险啊。对。其实可以再多带件绢布回来这样。对啊。
重启数据机。突然觉得亏了一点。看，三个都黑下。